卷传奇。我最近想要把职业讲完呢。常见职业，常见职业它就是，我看一下。我们都讲好不好？来，常见职业。很帅啊！那这一次先取一下，这次也取 O 好了。来，我们立马看一下常见职业如何啊！《卷传奇》它是不得了游戏，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职业，直接给我那个角色的技能。那像他这边就会写，哦，常见门派，哦，要称为常见职业，然后侠客短刀。你看我们这些怪，我们这些可以放很近，有多近呢？你们看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先打一下他们。他说这个游戏是大世界。这个游戏的技能。这里。好像。像这个职业齁，它就是有这个断骨啊。断草。断草。香初影。平湖。雪断桥。摘星。丁磊。孤山。岁月。这边配偶，最近职业很重要嘛，吼。这边有一些配偶的技能都可以参考一下。好，装备继续清落去安尼。真好耍，真好耍。当然他有聊天室呗。现在怎么没有人聊天啊？我看一下可不可以找好友。来，你不用怕无聊。他不能推荐搜寻啊。等一下，你可以自己创队伍或者是招募啦。这边，那你可以选择一个目标的活动。好，目前附近人来了。好吧，我现在还在新手阶段，没关系。我们今天就跟你们讲这个职业了。你看你玩到最后，你的福利都开出来了。开始有两个技能，这个直接参考一下。今天没有聊天是怎样？没关系，反正我给你们看技能啦齁，还有我的一些状态。你看可以放这么近，它可以放这么近，你们看一下，很近啊。